Hello， 欢迎来到 YouTube 圈，我是小伟，我是小石。我们今天去逛一个花博台北的一个水美园，对，然后这里有爬虫展跟植栽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去找买票。对，我们现在去找人。他是在往那边，哇，人超多的。好，我们去找一下会场吧。这是应该是吧，应该是吧，我不确定。谢谢。你要买这个吗？水美园，水美园在这里。阿金居然是第一站，对吧？他是第一站。16万一颗凤梨，三乌龟，也是乌龟啊，对啊，这只是很大颗，我的不知道还要几年才有办法这么大颗。你那个是这个吧，小小的？对啊，哦，180哎。
什么？买的是金子剑。金子剑什么？金子剑的那个亚成的，很便宜，600块的小猪。600块？对啊，是金子剑啊。哦，好大只。蜘蛛。给我看。你今天毛起来买？有吗？毛起来买吗？没有啊。好哦。这是玉米蛇。对啊，玉米蛇。这是丝鱼的烧烤。是啊，上面这是它的那个吗？配的吗？品种名哦，泰沙，然后这是雪白跟血白配出来的，这是它的花色啦。哦，好，各位，画面直接带回来台中了。对，后来逛了真的是蛮多的店，然后在那整个过程中也学到蛮多东西的。这次的我觉得这进驻的摊商真的是很丰富，就是这次水美园大概做了一个路园的简介。这次的展览我觉得办得还不错，在花博那个珍宴馆里面很惬很舒服，然后其实在植栽那一区人口的流动我觉得是 OK 很流畅的，但是在爬虫那一区规划的话就真的稍微比较挤了一点，然后我觉得今天主要来看爬虫的可能真的比较多，整体的规划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植栽分一区，然后爬虫分一区这样子。有在玩植栽的人呢，这次其实蛮多的店家都是不陌生啊，对，很棒，非常棒。好，接下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战利品吧。这是在一间虫店，然后他有玩那个，有抽到不错的东西，那这是我换的，是花菌用的一个小汤匙，那我之前的是塑胶的，就刚好把它换成铁的。这个在挖菌的时候非常好用，就是在虫养虫的啦，这是养虫的器具，然后换了一包果冻给虫吃的，刚好家里果冻快没了，刚刚好。然后再来比较特别的是有抽到一个不错的奖，有抽到一只安达幼时的幼虫，好像没有在里面，但我现在不想去挖它。我今天有稍微看到它，我觉得它大小应该是可以入菌的。对，安达幼时大乔的幼虫，很期待哦这只。还有虫的部分，还有买到两只这个国外的吉林虫，蛮漂亮的，想说收集一下。它颜色我还蛮喜欢的，亮亮的，我觉得很漂亮的颜色，到时候把它做成标本。这是干货，这已经是干货了。这次呢，还要买到一颗很大颗的一颗山乌龟，各位看一下这山乌龟多大颗，超大的，而且它很饱满哦，这个很饱满，你看跟我的拳头比，只比我拳头小一点点而已耶，这颗山乌龟很饱满，我很喜欢。这样这颗只要180，捡到便宜了好不好？180的山乌龟这么大颗，还有牙哦，还有牙哦，这个应该是公的。再来的话呢是盆器的部分，对，我们进口国外地罗马盆器的，对，地罗马一个很漂亮做盆器的一个牌子，只是刚好他的那个代理商有进来，进口商，然后买了一些很漂亮的地罗马的盆子，很美对不对？很喜欢它上面的花纹，很细致，哇，漂亮。这个地罗马的盆子我买了两个款式不一样，另外一个是比较有点浅色的，哇，它这个花纹真的很细致，超漂亮的。地罗马盆子应该算是很多玩植栽的人很喜欢用的一个牌子，高档货。这颗是亚猴鹿角蕨，但它还很小颗。亚猴算是现在蛮正夯的品种，好不好？只要一颗的，对，这个等到时候再把它养大一点，再把它上班。很期待亚猴，很可爱，亚猴超可爱，一颗球这样子，然后长出一些小叶子，蛮可爱的。哇，这次的战利品呢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在水美园的一些分享，主要是大家看一些展场上面的一些内容，对，我觉得都还蛮有趣的，那很丰富，种类真的很丰富，对，蛮期待下次的活动。OK， 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就是点喜欢；如果喜欢刚刚的影片的话，不要订阅我。然后下午我们下期见哦，拜拜。